就送水。起床冲水啊！足球歌手黄奇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足球新人迪昂 ，Hello。我觉得去年一整年算是打得蛮出乎意料的吧，因为毕竟第一年搭配，然后就可以拿到四个冠军，然后甚至可以进入总决赛，然后并且闯进四强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鼓励。我觉得击败决赛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搭配嘛，然后就打到决赛，其实我们都是很兴奋的状态。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太落寞，就各打各的，真的就是很顺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像速度、力量完全就是压制对手。其实就是两个人瞎打，在场上瞎打，但是就是两个都很放开，因为就想要拼到人生，就是搭配的第一个冠军。我觉得场下，因为我们两个很早认识，然后彼此都很熟悉，然后也算很好，所以其实场下的默契还是还算很好。场上就是。因为其实我们算是蛮了解彼此的球星，毕竟搭配起来跟了解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场上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场上遇到状况立马沟通，对，然后把那问题解决，或者说看能不能自己的出球做一些改变，让对方可以更舒服的去抓球或者在后场进攻。打奥应该算是每个球员的目标吧，因为我现在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，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是个激励吧，然后就希望可以把接下来的比赛都打好，然后真的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，这样。